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马哥。头几天吃肉吃多了啊，所以今天咱们做两个清爽的凉拌菜，一个是凉拌干豆腐丝，一个是凉拌苦菊，非常非常爽口的两道小菜。先把苦菊清洗干净，清洗干净后的苦菊放在淡盐水中再浸泡十分钟。洗净淡盐水以后，将苦菊切成段，放入盆中备用。蒜切末啊，将苦菊放入碗中，加入蒜末、醋、花生米、海鲜酱油、盐、白糖、香油，调拌均匀即可。如果喜欢吃辣，也可以放点辣椒油。干豆腐切丝儿，洗开以后放入豆腐丝儿焯水，焯两三分钟就可以啊。胡萝卜切丝儿，将豆腐丝儿、胡萝卜丝儿、香菜段放入大碗内，放入盐，一点海鲜酱油、蚝油，还有白糖、蒜末。油热放入花椒，将油倒入碗中，从下往上拌匀啊，调匀即可。这是昨天晚上炒的蒜苔猪头肉，剩了一点，我今天就拿它做个炒饭，非常香啊，锅了。吃饭了朋友们啊，凉拌的苦菊，凉拌的豆腐丝儿，这个是蒜苔猪头肉炒饭，还有我的标配。吃的非常饱，这个小菜非常的清爽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。